刚没有点关注的话呢，可以点点我的关注。新雅台的麦序时间到了，现在是我接麦。听得见我说话吗？说了这么大一段。我们这一场来跳那个中国风的舞蹈，第一个舞蹈叫做你是王哥吗？千年游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乐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前的钟声回荡，高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无尽留意清雪，师父圣贤任你立之心的教诲犹在耳边，温良恭俭让记心前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，人人檀香萦绕花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你跟我能够梦
送的小花花，咱们还有送的这个免费的礼物。刚刚那个是中国风爵士舞蹈，叫做《千年游》，女宇春的《千年游》。感谢小伙儿，那就谢谢。如果说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点心转个卡啊。这里，谢谢你的星星点点。然后没有点我的直播室通知的，点点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右键点击，还没有关注，手机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星星按钮，好了，按钮点一下就是个关注。爱看跳舞的话呢，记得锁定我们的肌肉三频道，全网最专业，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还有预约预约一下。你的小伙儿按钮，这位小伙儿真棒，给你52个赞。我们下一个，他这个不是古风的舞蹈，千年游不是古风的舞蹈，它是爵士舞，中国风爵士，所以它的节奏感强，比那个古风的会柔，不比古风的会那个会硬一些，它是爵士舞蹈。我们跳下一个，就跳这个吧，放到这个就跳这个吧。紫月圆在人间，
things. Action. Here. Here. It's great sound. Drop it. W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we roll. Say a lot of my guns out there. They got you. Venus. Thank you. Venus.短进去干嘛？谢谢你们说想说话，没有点关注，记得点关注哦。我叫小喵喵，欢迎你们来到居酒三频道，早上好啊。每个舞蹈都有每个舞蹈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。就像我刚刚跳了快的舞蹈，有人会说嗯真好看，节奏真好，有人会说你是在蹦迪吗？我现在跳这个舞蹈，有人会说哎你是在跳广场舞吗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，你喜欢你喜欢就好，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去等下一个舞蹈哦。然后我这里的直播室通知，然后又见点击后面的关注，感谢九月 thank you 谢谢。你喜欢看我恢复，你觉得你能够满你能够实现吗？你觉得你能够实现吗？好，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跳最后一支舞蹈。不过早上起来你们这样，早上起来你们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也挺好，挺满足，挺好的，开心了自己啊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你们跳最后一支舞蹈，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点关注。我下次来就有三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去我的直播间。我跳完了以后，我10点钟开播，直播间。I need some sugar, I need something fake 진심이라